然后还会刷那种就是整个江苏里面其他的城市，笑死。OK，我差不多准备关了，我要再去练个舞，不然我怕我明天会有点来不及。好的，各位拜拜，各位拜拜，晚安，然后早点休息哦，晚安，晚安，早点睡觉，早晚点上休好息，呀，拜怎拜，么拜拜。就很圆了？看起来还行吧。谢谢毛瑞的奶茶，也没有很圆吧？我觉得，你看我脸都，我感觉我脸都有点瘦了，就是消瘦。我怎么觉得我昨天看起来还特别圆啊？不是昨天，前天，然后我今天看起来就消瘦了很多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我觉得我看起来消瘦了很多，虽然也没少吃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今天发型就是很随意，因为今天要戴那个，米老鼠的大发箍，对，所以就很随意。我们把这个头发。谢谢原绿的信封，要有参照物才能比大小。那算了，没关系，那你就当我的脸很大好了。晚上好，元宵节哦，今天已经元宵节了是吗？15，也不算有新照片，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就照片没有很好看，其实。�谢谢宠物聚聚的6个口红，谢谢，我来查，肯定看了大熊的视频的桃花风铃，谢谢巴雷特的草莓蛋糕，谢谢你的桃花风铃，嘿，有点，我怎么感觉这个光很奇怪呀、啊？谢谢胖虎虎的桃花风铃，嘿嘿，你这个 ID 是什么？我要吃人了是什么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我们今天吃了那个烤肉。本来要去吃什么来着？谢谢二猎犬使徒布丁征服者前的爱心气球，谢谢你的爱心气球。没有火锅，本来想吃火锅来着，但是排队人太多，我们前面排了特别多的桌，然后看了另一家前面排了100多桌，人都傻了。我说这个海底捞一共就能坐这么多人，你排100多桌也太夸张了吧？就是随意的吃了一家烤肉，谢谢申宝的草莓蛋糕，谢谢申宝的口红，谢谢你的竖琴，还有信封。嘿，今晚就是特别随意的一个造型，对，很随意的一个造型。就是我这个刘海看起来有点油油的，但它不是油油的，它只是喷发胶喷多了，然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嘿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呀。我们今天就是开一个，我也不知道多久的直播，因为这个光，我发现我调不了这个光，越调越奇怪。夜里吃到也不一定，就是万一有的人他就排了很多队了呢，就比如说这家他也排，那家他也排了，然后他就看哪家快到他了，他就去哪家，有可能吗？谢谢小雷的玫瑰花，可爱女人是什么鬼？可爱女人是什么？什么歌啊？我听听看，氛围光主要是我没有那个插头，我没有办法插，就是我那个线没有那么长。啊，这样周杰伦的我没有听过哎，因为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？我平时不怎么听歌，对吧？我不怎么听歌，所以也不知道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是真的不怎么听歌，我觉得我的歌单就是，很偶像，很偶像，对，是这样的，对，是的，现在已经是元宵节了。不过，其实我不是特别爱吃汤圆，对，就是以前每年不都要吃汤圆嘛，但是我不是特别爱吃汤圆，我觉得汤圆有点噎，对，有点噎。你们能听到？伴奏不是伴奏，哦，我又忘了开了，啊哈，不好意思呢。除了我俩全都是，确实除了我俩好像全是小情侣，
就是除了我们两个女孩子，其他都是小情侣过来吃的。汤圆太噎嗓子了，我小时候不吃汤圆，我以前不吃汤圆的，因为汤圆有点太噎了。把汤圆换成鱼圆，换成鱼圆可还行。谢谢寿司的巧克力。今天除了你和你的好兄弟，遍地情侣。是的，今天街上全都是情侣，全部都是情侣。嗨，太吓人了！而且，就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平时大街上没有那么多情侣，今天全部都窜出来了。为什么看我们奇怪？难道情人节就不允许我们普通人去吃饭了吗？对吧？我们普通人去吃个饭怎么了？哎呀，但是怎么说呢，我们去的那家店其实没有排多久，就是排了一小会儿就吃上了，还挺快的。谢谢一桃一叶的巧克力。哎呀，晚上好，今天下大雪，好羡慕啊。嗯，我也想去看雪，我也想去看雪。上海不下雪，上海都不下雪的。两份情人节套餐，哎，那我就特别好奇，就是情人节套餐你们吃得完吗？迪士尼那个雪又不是真的雪，又不是真的雪，而且河南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它都不下雪，对，就是我每次都会错过那个雪，每年都错过雪，就是我发现真的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我在河南的时候它不下雪，我走了它就下雪了，或者是它本来在下雪，我去了它就不下雪了。今年一个人过，我觉得一个人过也没什么不好的呀，对吧？当然我有可能有点直男，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过其实还挺开心的。四个人吃两份情人节套餐，这样你们可以假装小情侣，对，嘿。毯子已经放起来了呀，我的屋子太东西太多了，就是拿不进，我的毯子实在是放不进来了，我就已经把它叠好放在外面了。我们是出去玩呀，我们又不是跟他们一样，难道就是今天是情人节，我们普通人还不能一起结伴出去玩了吗？你们的逻辑好奇怪哦。对吧，我们普通人都没有人权了吗？不会啊，我的毯子都在外面，我的几条毯子都在外面。我觉得毯子这种东西就是，反正我不会铺在我的床上，我平时都是出门的时候就是劈腿用的嘛，然后或者是垫在屁股下面，比如说凳子比较冷的话什么的，就放在那里嘛。那我肯定不会拿到我的床上，不会拿到我的屋子，我觉得它有点脏，对，所以我就放在外面。放在外面是刚刚好，不会没有安全感的。披在腿上，展开披在腿上。嗯，晚上好。我披着打飞的毯子，我又不是放在我的床上，我并没有放在我的床上，而且我当时是坐在椅子上的。对啊，我是坐在椅子上，我根本就没有坐在我的床上。我在我的床上基本上就是我盖腿，我根本就不会放在，就是把它铺在我的床上，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觉得它很脏。嗯，不要，就是我在外面用的东西我是绝对不会放在我的床上的，包括我的裤子，我在外面穿的裤子也绝对不会就是穿那条裤子坐在我的床上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的小床是我用来睡觉的，我顶多可以接受我穿睡衣坐在上面，对，就是不行，我无法接受。虽然我没有洁癖，但是我无法接受。一个帽子，那只是找个理由啊。反正就是，我觉得就是有点脏，对，所以我不会把它拿上来。倒也不是洁癖，就是一种习惯。你想想看，你平时穿的裤子，你在外面坐在那个凳子上面，然后你坐在那个公交车、地铁上面，
对吧？就很脏。然后你再往你的床上一坐，你晚上再躺在上面，而且如果有人喜欢裸睡的话，那你皮肤上就是万一会长那种荨麻疹什么的，多可怕，对吧？什么？我不可以接受哦！我谁都不可以在我的床上打滚，谁都不行。疫情后这个样子，我是说有的人，我是说有的人，不要给我挖坑，这个坑挖的太明显了，我是不会跳的。你们这个挖坑技术不太行哦，越来越不行了。没有这种可能性。其实我觉得裸睡真的很正常，虽然我不裸睡，但是裸睡太正常了，好吧？我觉得有很多人都会裸睡的，特别正常，有什么奇怪的呀？我现在学聪明，我现在才不会跳坑，你们的坑都挖得太明显了，我成长了。哎呀！对啊，我现在绝对不会跳坑了。我今天的妆很奇怪，我今天的妆拍照很丑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我感觉今天的妆很奇怪，要不然就是我今天的状态不太好。对，我觉得拍出来的照片不好看。不，你不应该说你的工作是不断的挖坑，因为你一旦说了。你要不停的挖坑，我就会警惕，我就会特别的警惕你发的弹幕。对，每一条我都会仔细的想，它是不是个坑，我就会特别特别的仔细斟酌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更不可能会跳坑了。对，我现在可聪明了，我可是机智的成年人。现在是小机灵鬼了。对，是的，想着想着我就跳弹幕了，是这样的。一旦是坑，我就跳弹幕了。不，你发很多条，我就一条也不念，因为我知道那是坑，我就一条也不念。我没瘦，我胖了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两天比前一天瘦了，不可能会被麻痹，我只会越来越警惕。我可是天蝎座的女人，我是天蝎座的女人。谢谢一叶知秋的巧克力。你有个朋友是不是你呀？所以如果被跳弹幕的话，就要想一想，是不是自己的问题？天蝎座很记仇，然后。就是很记仇，你申诉也没用，对，大王不搭理你，一半一半掰着吃有感觉啊，就是你一下子塞进去，它就，你的嘴巴被塞满了，就不好嚼。什么想想还是算了，有什么都自己跟我讲啊。晚上好呀。我不会翻回去读，我现在对弹幕就是我只要看见了弹幕，我的心里都有数哦。是的，已经开始炫砂糖橘了，我在吃橘子。不是，我平时也是一半一半吃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个砂糖橘我可以吃很久。如果我一下子吃的话，我就很快就吃光了。我就很快得再剥下一个橘子，我就会把手搞脏，所以不会的，我都是一半一半吃的。你比天蝎座还记仇？没觉得，你是没见过我记仇的样子，我是真的很记仇。我是一年后我都会把这个旧账翻出来的人，就很恐怖，我觉得我自己很恐怖。一棵树，一棵树，一棵树，什么鬼？
这样吃吗？这样吃的话可以吃很久，我感觉。赶紧跑！什么鬼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就给自己找理由是吧？对，是的，我真的很记仇，这个人贼记仇。你不喜欢记仇的女人，但是你自己是记仇的女人，那你是不是不喜欢你自己啊？谢谢巴雷特的巧克力。一年前有没有怼过我？你好像一直还挺温柔的，就没有怎么怼过我。谢谢木子的两个荧光棒。什么？说了你没有很记仇，但是你自己说你自己很记仇啊？刚刚你不是自己说了你比我还记仇吗？所以我就记住了呀。一口把你们吃掉。对，嗯，现场记仇。哼，不要得罪女人，不要得罪女人，得罪谁都不要得罪女人哦。哎呀，没有惹小偶像生气，哇，真不错。嘴欠小圆会被吃掉？什么？你是说你不是嘴欠小圆，还是你不是小圆？我的刀已经拿在手上了，好好斟酌一下你的答案。谢谢阿娇娇乔的草莓蛋糕。生过气？以前吗？啊，不知道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小圆，小圆比元宵好吃啊！而且元宵是不是那种大汤圆？但是汤圆是那种小的。特长是惹小偶像生气，那你是挺擅长的。哎呀，地上40米的大刀，那我拿不。什么没有惹过我生气？就是大家对自己的认知很有问题。但是我觉得我是气人偶像，确实我是气人偶像，就是。嗯，偶尔，对，偶尔，只是偶尔，对，偶尔，也不是一直啦，只是偶尔啦，偶尔，对对对对对，嘿嘿。我洗头，说我喷发胶喷的太多了，所以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把垃圾丢掉。吓人。好的好的，要早起上班的话早点睡吧。记仇记得住不？记得住，这样的话我就以后就会忽视你们，忽视就是惹我生气的人。哎呀，什么发胶？还有那个味道的发胶吗？打面不能惹我生气哦，以后说话要小心谨慎。倒也不用，挖坑会不会惹我生气？如果你说了20句话里面有17句都是挖坑的话，我可能就会生气了。自己生涯只能试一次，那倒也是。对，你应该没有，对，应该没有。你挖坑挖的超明显，20米的挖坑，那我直接拉黑了，太过分了。没意识到，我跟你说，女人都是双标的，就不管是我也好，还是别的女人也好，我觉得都是这样的，就是女人也惹别人生气的时候，有时候能意识到，有时候她就死活都意识不到。对，但是别人惹你生气，你就会记很久，记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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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久，对，就是永远都会翻旧账。什么？对，真的是双标，我发现了，女人真的很双标。虽然我是女人，但是我不得不说，女人真的很双标。哎呀。我翻过啊。什么？你要找个男孩子吗？那挺好的呀，我觉得男孩子和男孩子挺好的，真爱呢。
挖坑再埋上，我觉得这个样子，如果你们频繁挖坑的话，20句话，有17句都是坑的话，我选择直接拿着我自己的铲子，对，把你们推进去，然后再填上，嗯，这样就永远不会出坑了，真不错。哎呀，那种下一个小芋圆，第二年能不能就是长出两个小芋圆？趁着新什么鬼？在线找，好可怕！有这么多旧账，嗯，确实呢。对啊，就是，对吧？就埋上了，对，然后再踩两脚。我跟你们讲，就是用我自己的小铲子埋上，对，然后再上去踩两脚，就填实了。要不再种棵树吧，不然我怕我第二年找不到，对吧？就是种棵树，第二年说不定那个树就长得很茂盛。然后我一看，我就知道，哦，这里埋着哪个小芋圆，对，我就知道了，不然我就找不着它了。过节什么节？植树节吗？吓人呢，可怕的小偶像。什么植树节？啊，这为什么是烈士？什么鬼啊？嘿，我们今天播到1点吧。嗯，怎么觉得这个光贼奇怪？微型洛阳铲打灭，反抗无果。然后被埋了吗？应该不会，我觉得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反抗，对，就是小圆应该不会反抗，应该直接特别心甘情愿的就被我埋了，对，就是你们会在坑里面喊埋我埋我，对，我就特别愉悦的往里面铲土呢。买了一个啥？买了一个包。对自己缺乏认知，对你们自己也缺乏认知呢。晚上好呀，橘子，对，橘子是那种稍微大一点点的砂糖橘。踩两脚，对呀，看没有骂人，对呀，而且踩两脚不是也是踩我吗？对吧？你看你们 call 的时候都说踩你踩你，那我真的踩了，怎么还不乐意呢？对吧？就是口嫌体正直，既然你们都说让我踩了，那我就用力踩两脚好了。谢谢三娜和小鱼仔的荧光棒，我一定会特别特别努力的踩的。对，就是你们都说用力踩，那我肯定用力踩，就是绝对，咱这个人就是很实在，说用力踩就用力踩。被拘留是吗？哎呀，谢谢人类的草莓蛋糕啊！你嫌丢人我才不信，你肯定考过。对，不要辩解了，嗯，解释就是掩饰。哎呀，对，这样的要求我确实没见过。你是抖 S 吗？是这样吗？不相信呢，不太信。对，咱就是说不是很相信。今天我们吃的那个烤肉，嗯，我觉得那个掌中宝是最好吃的，那个肥牛也好吃，然后我喜欢用那个苏子叶包上肉一起吃，就很好吃。哎呀，疫情啊，真的疫情好烦啊，你真的很烦，哪里都不能去。屏幕的，你可以在屏幕前烤。什么好贤惠？你是在形容我吗？你可能认错人了，你觉得认错人了。掌中宝应该是脆骨吧？掌中宝是不是就是鸡爪？就是比如说这是鸡爪，然后就是这块骨头是吗？就鸡爪的这块骨头。只有你喊过，不，你要坚信，其他人都喊过，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，他们害羞。困在苏州这样吗？烤肉的视频这样子。不过我烤肉是真的不太行，我真的烤肉技术贼差。对，应该是掌心吧，鸡爪中间那坨圆圆的肉。哎呀，嗯，不知道哎，反正觉得疫情真的很烦，真的特别的烦，好烦啊！因为疫情就是哪里都不能去，然后也不能出去玩，然后
反正就是哪里不能去都很不方便，强人所难，你这个就有点吓人了。你这个强人所难，首先你得是男孩子。哎呀，好几年没有旅游，是不能去外面旅游吗？花桥，这样，不知道哎。嗯，反正我觉得上海还是有一点点冷的，对，晚上还是会冷的。我对这个课没有什么兴趣。公司限制，好麻烦呀。嗯，什么？怎么就逼着你发翻牌了？并没有，并没有。看着我，要什么？纯真的小眼睛。谢谢饭勺的桃花风铃，嘿嘿，谢谢你的桃花风铃。什么规划？还怕疫情，确实就很麻烦。谢谢小船爱丽版的荧光棒呀。纯真的小眼睛怎么了？这是鄙视我眼睛小吗？这是鄙视我眼睛小吗？你看看你自己的眼睛，你在说话。谢谢一条一夜的荧光棒。苏州嘛，啊，这样啊。哎呀，对，就是咱就是说呢，谁也别说谁啊。就是我的眼睛虽然也小，但是呢，就我的眼睛虽然小，但是呢，就是饭随偶像，对吧？谁都不说谁，就是你们眼睛小的人呢，就不要说我眼睛小啊。谢谢塞纳和特摄毛瑞的荧光棒呀。晚上好，我戴美瞳了，我戴了，能看得出来吗？就是我眼睛一圈那个。谢谢 B787梦想之翼的荧光棒。啊，也不是都没关系，你长得高，我看不见你的眼睛。对，没关系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选择性看不见呢。哎呀，不大吓人。我的嘴巴可不大，我嘴巴挺小的。没有，还是能看见的。对，你们俩就还差了几厘米，就是那个身高，所以还是差挺多的。嗯。就跟1.79米和1.8米是两个世界，1.69米和1.7米是两个世界，1.59米和1.6米是两个世界一样，对，差几厘米还是差很多的。选择性失明。哎呀，你在讲什么？你小心我把你踢出去。哼，谢谢我 YYX， 不用谢，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嗯，就是不要谢谢我，我会不好意思的，人家会很害羞的。没有，我超过1.6米了，很骄傲，人很骄傲。我的手是挺大的，我的手说实话比有的男孩子手都大，就是握手会比那个手掌嘛，就是其实我的手掌不大，但是我的那个手指还是挺长的。谢谢芜湖南通的荧光棒。对，拉黑的边缘疯狂试探，但是你们说不过我，对，因为我可以直接讲话，就是怼你们，但是你们要打字。对，你们要打字，就是会限制你们的发挥。我手真的很大，我手是真的很大，一半大的爪子怎么了？我这个身高，我这个手掌的大小已经很不错了，好吧？哎呀，而且我发现了，就是你们个子高的人，你们个子高的人就是头会大一点，但是脸不一定会大，对吧？就是。哎，真的是这样，脸不一定会大，但是通常情况下头大也会脸大，嗯，但是也有例外了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。今天语速好快，真的吗？粉丝发语音翻牌功能，那应该不会。身高跟脚长有关是吗？可是有很高的人，他们是3.5米的脚哎。你头挺大，不会，你的头没有我的头大，我的头是真的很大，我头贼大一个。但是也没有很聪明，我妈以前说头大聪明，但是我觉得看我这个样子也不像是聪明的人呢。比例很奇怪，但是其实你单看头的话还是觉得头很大。挑战你们打字速度。哎，你们不是那个啥吗？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好像是有时间限制的吧，就多少秒发一条弹幕是吗？头大不聪明，什么玩意儿啊，生气了啊，真的是，哼，还以为是黑粉。哎呀，
那我头是真的很大，就是我们服装部配的帽子我戴不上的，我们服装部给我们配的小红帽我真的戴不上，就是 我完全都卡不上，真的很夸张。然后之前有粉丝送我的帽子我也戴不上。谢谢比尔克洛夫斯基的竖琴，限制缩小一把10秒钟。对，就是很久很久以前，然后有一个白色的帽子我还觉得很好看，然后我试着去戴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戴不上。我刚开始不知道是我头大，然后我就让姐姐帮我戴，结果发现姐姐也给我戴不上。对，就是姐姐也给我戴不上，然后我才发现哦，原来是我的头太大了，人就很难过。那个还好，有一个有点小小的。戴帽子卡住一圈印子可还行？我小时候头不大吧，但是我小时候也不戴帽子呀，我小时候不戴帽子。不戴帽子也不戴围巾，效果也一般，是吗？猪猪毯子那个能戴上是。唉，我头大咋了？头大咋了？头大聪明，没关系啊。我觉得就是只要是粉丝送的礼物，我都会喜欢的。但是戴不上这个问题吧，就是可能真的是我头大，这个没办法，这没办法。哎呀，头发少了就很抱歉知道这个消息呢。妈呀，但是我真的在想这个问题，就是你的脑壳上如果没有头发的话，是不是头会变得光滑？蜜桃君的果冻哦，那个吃过，其实还挺好吃的。然后那你的头是不是会变得光滑？那是不是就真的能戴得上了？因为会变光。然后如果实在戴不上，要不再打圈蜡吧。没那么夸张，是吗？啊，是吗？并不会吗？我还以为会这个样子哎。而且之前看那个主持人嘛，光头主持人，他们的头会反光，我就特别好奇。我说，光头真的是那个样子吗？真的头会反光吗？好高级，好厉害。熬夜这个样子，会出油是吗？你让我想起来那个无毛猫，对，那个无毛猫它也会出油，因为它没有毛嘛，它那个皮上就会出油，还会变黑，然后摸起来就是油油的，然后还要给它挤黑头。那光头是不是也要给自己头上挤黑头啊？打的蜡吗？是吗？好神奇啊，才反光啊，这个样子，毛孔闭合才会光滑，好神奇。但是无毛猫还挺温柔的，但是无毛猫会怕冷，毛猫会怕冷。对，我觉得暹罗猫好可爱呀，就是暹罗猫不是小煤球嘛，然后我去那个三坑店，那家店他养了一只猫，一只暹罗猫，我一进门那个猫就扑向我，真的就是小小的一只暹罗猫，一只小煤球，然后他就冲着我窜了过来，然后就开始蹭我的腿，他好可爱。它好可爱，它虽然长得没有很精致，我觉得它长得没有很好看，但是特别的可爱，超可爱，就那种三坑店。没有，它就蹭我的腿，然后我去那边看裙子，它也跟着我过去，就是那边的沙发上就蹲着看我。什么鬼？什么这反应？什么鬼？那只小猫它对我，就是它不会抓我呀，很可爱。我不是那一家啦，这猫猫是小冤转世啊。不，我觉得猫猫可以就是在它很多年后，哦不，它很多年后前往喵星之后，我估计也不在这里了。天哪，好想走啊，这是你的人巨多无比，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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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的人，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迪士尼有那么多的人，人挤人，人挨人，太可怕了。买东西也是，然后之前迪士尼不是人少的时候，它有一些餐厅它就不开门嘛，但今天所有的餐厅都开门了，然后我就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，因为就是那个餐厅它还是红光，你们知道吗？它是红光，我就总觉得有点阴森，它那个红光真的很阴间。就我觉得外国人可能对，就是中国的中国风都有什么误解，
就很阴间的那个红色的光，很吓人，在里面吃饭。露珠，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我们本来选今天是，就是昨天我怕我起不来，所以我选了后天嘛，就是今天。但是我看了一下，是。我是后来是那个谁来着？是一柳说是情人节，说十四号是情人节，会不会人很多？然后我看了一下是周一，我想应该不会吧，并是周一。谢谢何家宝的哦，何宝荣的两朵玫瑰花，谢谢。然后就是很神奇，为什么人会这么多呢？就明明是周一，大家都不上班吗？不上班不上学的吗？不会被老板骂，不会扣工资吗？灯光这样全是请假的嘛。嗨，为了爱情什么鬼。去年的年假还没用完可还行。你们这些小情侣就是不好好上学，不好好学习，不好好上班，对，不行哦，不可以哦。我们要就是好好工作，好好学习，对，为国家做贡献。什么鬼，好正能量啊，突然就很正能量。提前溜出来这个样子啊，对，人就是说很根正苗红。两天没用掉这个样子啊，等一下我看看这个什么书，十年正道的光是这样的，可以随便逛。对啊，下学期没有课，那蛮不错的。我不坏，我这是为他们着想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他们就是经常因为这些，比如说什么情人节啊、元宵节啊，什么就之类乱七八糟的各种节日，每年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节日，如果每个节日都请假，大家都请假都出来过了，那是吧，就没有人上班了，对吧，就没有人上课了，得每年学生每年得少学多少知识呀，考试就不及格了，不及格就没有办法毕业了，没有毕业爸妈会难过的，对吧。谢谢黑棋小火锅的巧克力，不太行了。情人节肆无忌惮写歌还行，哎呀，就是说不太行了，我觉得不行。对，我就是为大家就是很忧虑呀，我还差很忧虑，对，为大家很忧虑。想到这些都难过的哭出来了呢。哎，死了。哎呀，拿错了时差。我们下午点的，然后拿到手的时候可能都已经，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才去拿的。手机说它没有电了。我怎么就调戏小圆了？我是会调戏小圆的人吗？我可是正经小偶像，我哪里调戏你们了？从来没有调戏过你们。对，一本正经欧莱茶，晚一点了。远见头饰是那个米老鼠。哎呀，我们马上就关，然后我去卸个妆，洗个澡。什么还没骂完？什么鬼？走到一起的却不多，但是我觉得他们过节应该会挺开心的吧？那他们。在一起的时候开心开心就够了吧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这么想的吧。下周一场，对，这周不是两场吗？下周一场都不认识。下周一场是周日好像。我怎么就在骂小圆了？没有啊，周六还是周日来着。我才不会骂人呢。
承包还是看差好了啊。可是 N 队的票更难切，那不如切 N 队的好了，就是抢到的话更有成就感。哎呀，怎么塞不进去了？对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这两天特殊场，我不知道哎。这两天我一打开那个听书，我就犯困。对，我那天晚上不是放着听书，然后翻着牌我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醒的时候，我的听书还在放。然后我那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，对，我就做了一个梦，什么？你们看是看公演吗？难道不是看人吗？是吧？就是看多的话，难道不是看？我不说了啊！哎呀，真的是不是梦见小说那种？我梦见了西西和肥肥，我梦见我们三个人是一个门派里面的。对，真的是门派，你们知道吗？晚上好呀。什么？一个月后可能有？我跟你讲，不要这样，就是无视自己的内心，你会很痛苦的。对，勇敢正视你自己的内心吧，小兔子。来，正视你自己。好油啊我！天哪！谢谢滴答猛气的荧光棒。就是怎么说呢？什么来着？对对对，就是我们在一个门派里面。我们在一个门派里面，然后要去做什么任务，然后我们那个门派是在山清水秀的山上，有一个很大的湖，然后反正就是那种很古风，你们懂吧，搞得跟那种就是武侠剧一样，很搞笑。什么？你要是真的戒网成功，你就不会在这里发言了。唉，真的是不想揭穿你了。武侠不是修仙。然后就是做任务啊，那个任务很危险，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失踪了。对，让我去找他们，反正就是各种任务吧。仙侠小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其实那个小说放着的时候我在听，我可能梦见的是小说的内容，但是我把我自己带入了进去，有可能吗？我们就梦到我们去实就是做任务，但是那个地方那个小镇还挺危险的，就是我感觉那个小镇的所有人可能都是卧底，你们懂吗？就是为了抓我们。对，你随便走进一家店可能都会消失。自己走丢？不是，就是他们两个人进了一扇门，就是一个店，一个修什么的店来着，忘了是修什么的店。然后进去的时候，我还跟他们说要小心，如果有什么不对劲就出来。结果再打开那个门，他们两个就不见了。我就在门口，怎么可能是我走丢了？真的是，人就很无奈。一觉睡醒穿越成功，其实我不想穿越，我觉得现在挺好的。如果穿越到古代，就是吧，也没有手机玩，也不能上网，不能看视频，对吧？也不能看视频，那一点都不快乐，而且晚上还没有灯，就点蜡烛啊什么的，多阴森，多恐怖啊！而且，就是也不能看小说什么，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而且我还不会写毛笔字，我说不定我也不认识他们那边的字，对吧？对啊，而且就是很不安全啊，对吧？而且也没有什么，就生病，我这种体弱多病的人，这样生病的人没有消炎药，我觉得可能得个感冒啊，或者是发炎啊什么，就狗带了，就带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死掉了怎么办？郡主，可是我觉得古代的公主也不幸福哎，就是很不自由，对吧？很不自由，就是郡主的话，说不定要去和亲啊什么的，或者说不定还没有长大就夭折了，对吧？就怎么说呢？还是现代好，因为体质太差。哎呀。对，社会主义好，咱就是说很正能量的，夸夸你，很正能量，很正能量。
哎呀，穿越到未来，但是我就怕未来可能是那种，就大家都很厉害，然后普通的人类可能都是炮灰，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只以大脑的形式存在，或者是变成了动物啊什么的，就是让那个体积缩小，然后变成了动物生存，然后有钱的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人，就跟那种科幻小说里一样，他们以另一种形态存在。那万一我穿越成了蟑螂怎么办？打咩？不行，不可以。那我还是做个人吧。哎呀，对啊，就是很吓人呢。而且如果大家都是蟑螂的话，我去吓谁呀？人家不吓到我就算好的了。机械飞升不一定吧？我觉得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，所以也不能确定到底愿不愿意。不会穿越，啊这，如果什么你就不了，什么鬼呀、啊？什么鬼呀、啊？哎呀，对，所以我特别好奇，蟑螂有眼睛大小的区分吗？就是蟑螂有眼睛大的蟑螂和眼睛小的蟑螂吗？好像我从来没有观察过，因为我觉得好像蟑螂都长一个样子，我从来没有观察过他们的眼睛，就是大不大或者小不小什么的。退出直播间。我好像从来没有观察过这个问题。嗯，大小眼什么鬼？哎呀，反正我没有怎么近距离观察过，但是我有近距离观察过苍蝇。对，我觉得苍蝇就是他们绿头苍蝇长得很恶心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就是绿头苍蝇长得很恶心，很可怕，绿色的头，翅膀也很奇怪。嗯。卡农什么鬼呀、啊？哎呀，好，我们把这首歌放完，我们就下播。哎，不能找到，没有，哎，没有这首歌，没有，哎，是不是没有版权啊？不能放，哎，不可以放的。哎呀，我在便利店买的咖啡已经凉了。我买的时候它是热的，然后现在已经凉了。开灯。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放不了这首歌，没有版权，没有版权。没有版权哦，不可以哦。我的卧蚕笔，来，我们试试看，我们能不能画出卧蚕。能看出来吗？嗯？有区别吗？哎，有区别吧，这里深一点，看，我笑起来的时候，这里深一点，这里浅一点。大杯子我没买。嗯，多画两笔好了。这样呢？能看出来了吧？我的卧蚕不明显。试试看点。哦，这个能放，这个能放。上场不可以集蛋装，因为我以前那个什么蛋装上场，然后被 staff 说一定要化浓妆，因为我的妆在镜头里面不明显，一定要化浓妆，不然的话太素了。卧蚕直接画就好，为什么要去搞一个卧蚕呢？不是眼袋，眼袋是下面这块儿，这里是卧蚕。直男，直男哦。嗯。我真的好圆啊！我现在全是肉。你看，能看见吗？这个角度，元宵节快乐！人们知道就好，打人了。给前女友画个卧蚕，
哇，你还给你前女友化过妆，可还行。我感觉男孩子一般上都比较直男吧，对于这些东西都不太那个。我给你念哦，他讲了什么怪话呀？主要是你基本上你有时候十句话十句都是怪话，你让我怎么读？元宵节快乐，元宵节快乐。感不感兴趣？这个样子。所以我特别好奇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说你们给你们的女朋友化妆，哦好吧，前女友对吧，就是曾经对吧，你们也是有过的啊，也许有的人。谢谢黑棋小火锅的荧光棒啊，今天不点歌了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点歌是 BGM， 就是不唱的，我要先说清楚。就是说我特别好奇啊，就是你们各位男生给我解答一下，因为我之前经常会看到有些美妆博主他们会给他们的男朋友化妆，我就特别好奇，就是男生能接受女孩子给自己化妆吗？我就很好奇，还是说男生的内心其实是期待着女孩子给自己化妆，就是期待着自己就是化完妆之后的样子，就是很期待会被化成什么样子，或者是期待穿裙子，我很好奇。看看啊，等一下，我看不到弹幕了，现在这个弹幕只能看几条啊，我怎么还是看不到，它会跳，好烦啊。算了，我这几条看不到了，可以画小裙子，你们穿不上我的裙子，你们又穿不上我的裙子，口袋好烦啊。什么不点歌了，今天不点歌，我们这个放完我们就下播了。因为太晚了，我要卸妆去了。而且在这个节日单身情歌不会很悲壮吗？男生化妆比例不低这样吗？看我的裙子这个样子。我还以为你们男孩子可能内心是有一颗小公主的少女心，就想着那个啥嘛，就是还是想要化个妆，然后期待自己化完妆之后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。哇，果然男孩子想法也很奇奇怪怪的。对，看来大家都在想一些奇怪的事情，就跟我一直在想，我要是个男孩子我会长什么样子呢，我会不会长得还不错。我一直在想，我要是个男孩子的话，说不定我长得还行呢，对吧？我觉得如果我是男孩子的话，我的眼睛就不会被别人说小了，对吧？我是女孩子的话，我可能眼睛会有点小，但是我觉得作为男孩子来说，我的眼睛已经不算小了。真不错呢，真不错呢，大家。啊什么？会练胸肌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大姐姐这样吗？小动物，哎，变成男孩子，我觉得变成男孩子可能不知道什么样子的，一定会很帅吗？什么鬼呀、啊？你怎么也开始大家？好啦好啦，那我们准备关了，我们准备关了，嘿，拜拜，然后元宵节快乐，元宵节快乐。嘿，拜拜拜拜，我要去，那个一会儿就卸妆了。我会翻牌的晚上。谢谢黑棋小火锅的荧光棒，拜拜。